大早你到底在忙什么、啊、不要啰嗦了，走在路中间我要怎么过啦，想一巴掌打下去看你醒了没。哦，对，培根烂免费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哟，猫俊，你走在路中间我要怎么过啦。凡姐早安。早安，你走路很慢。还这么早这么急干嘛。耀哥，走。早安。哦，徐魔俊哦，还不赶快帮我捡在那边干嘛啦？凡姐，一大早你到底在忙什么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赶呢，哪像你啊，每天跟树懒一样，动作都慢吞吞的，想一巴掌打下去，看你醒了没？哦，跟你废话啦，我走了。你才树懒。你全家都素来，你说我全家怎么啦？凡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哎呦，印章忘记拿了，东你还素来素来被你传染了。这么出门跑来跑去，等一下就不要跌倒。喂，哦好，我马上过去拿。胖胖哥，嗯，你明明自己就已经准备早餐了，你干嘛叫我帮你准备啊？我早餐要吃六份啊，早上太赶了，少拿一份啊。可是你也吃得太快，不要啰嗦了，你早上放走，现在忙，看不出来吗？饿死鬼，早就不要噎到。要不要帮我等一下？我中午过分了。胖胖哥，你要不要吞下去再说啊？你这样讲我听不清楚。忘东忘西，跟徐谋俊一样，烦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胖胖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！胖胖哥，你怎么了？胖胖哥吃早餐噎到了。不要吓我！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没有用。哈姆雷特。哈姆雷特啊！老板，你反正我做不到怎么办？啊，胖胖哥太大只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杀你！噎到是吧？鸟哥，对不起。鸟哥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是因为胖胖哥的恩。大早鸡渣，操死了！你们看我身后写的什么？鸡渣啊！我就跟你们说，不要那么急了嘛。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一起受罪啊？连早餐都被拿走。哎呦，胖胖哥，你吃东西就不要讲话嘛，这样就不会噎到啦。哦，肚子好痛。你们每个人都这么匆忙，不要急不就没事了吗？